各位現場的來賓，各位現場2008年的星島公佔會的主張，大家好。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届星岛公展会啊！哎，多谢晒，多谢晒，哎，多谢晒，多谢晒。我是海翔。哎，我是 Otis。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好，谢谢你。对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哦，因为呢，是我们第三届星岛公展会了，对不对？系啦，讲讲啊，望翻两年咧，我哋曾经第一年嘅主舞台喺嗰边，第二年嘅主舞台喺呢一边，第三年翻到嚟呢一度啦。嗯，而且我们今天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嗯，冇错冇错。比方说呢，还有我们的艺员拍卖，系啦，主舞台有活动。嗯，还有我们还有讲座，讲座对不对？其实呢，大家今天在星岛公展会里面可以玩足两日噶。点解可以咁样样讲呢？因为除了我哋主舞台的表演精彩之外，譬如好似有2008年的星星 contest， 我哋嘅乐坛新势力比赛啦，咁亦都有我哋今天在隔篱的呢一个主舞台的对面，有我哋的 dance floor 啦，有很多的呢个比赛，譬如好似波波棚比赛啦，譬如好似我哋功夫表演啦。在我哋隔篱的呢个 B S R 里面咧，亦都有一元拍卖的，大家可以拿最抵的价钱咧，买到你哋嘅心头好。所以啊，就这两天不止玩得开心，还吃得过瘾，对不对？吃得过瘾咧，在那边咧、欸，没错。好，可是接下来我们第一个重头好戏要介绍了。系啦，点样样咧？就是我们星岛空展会的剪彩电影。系啦，大家知道啦，我哋中国人咧就好讲意头噶，所以咧每一次啊喺一个大事嘅开始之前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剪彩仪式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喺呢个时间咧，应该请我哋嘅主持人剪彩嘉宾上嚟啦。对，请到这个剪彩嘉宾，我们有非常非常多位剪彩嘉宾。我哋行埋一边先，我哋慢再旁边一点。嗯，好，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商馆的商务参赞田德勇。田先生，第一位人士请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高尖生先生，大家俾啲掌声，欢迎。好，紧接着为您介绍第二位嘉宾呢，是加州参议员余应良余博士。第二位上场嘅人士系加州参议员、加州参议副执行主席余应良博士，欢迎。好，紧接着为您介绍的是香港经贸处处长张美珠张女士，欢迎。第三位上来的是香港驻三藩市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朱美珠小姐，你好。好，第四位呢，也是我们重量级的嘉宾呢，也就是我们星岛日报的社长刘世天刘先生。第四位上场，我哋星岛日报嘅社长同埋星岛中文电台嘅台长啊，刘世天先生噶。嗯，当然还有我们美西部的所有管理阶层，我们一起欢迎他们。系啦，同埋咧要话俾大家听啊，我哋前四位嘅人士咧系我哋今日嘅星岛公展会嘅最佳摊位嘅呢个评审嚟噶。没错，前四位是我们最佳摊位的评审。系，好，接下来呢？还有啊，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美女们要出场，对不对？系，分别就是2007年的星岛小姐费林。系啦，大家男士俾啲掌声啦，有靓女睇下。第三位，耶 ！Miss Singtel 费林小姐。再来呢是2007年的这个最佳才艺表演小姐谭芬妮。第二位上场嘅系2007年度啊最佳场艺小姐谭芬妮，请芬妮 team 嘅。再来是最佳上镜哦，这个是阮胜宇阮小姐。第三位是 photogenic 的最上镜小姐阮胜宇小姐噶。还有我们所有的漂亮的 cover girls。哇，真系咧，讲真啦，星岛公展会咧又有靓仔睇，又有靓女睇嘅。对，真的有帅哥有美女，对不对？帅哥有多少个啊？有两个，有这个好几个，开玩笑的哈。那 OK， 我们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好，来，我们请。来宾上前哦，系啦，我哋今次下先嚟自我哋嘅呢一位朋友咧，系三藩市总领事馆商务参赞田德友先生嘅，唔好意思。好，我们要倒数一下。好，我们倒数一下。好，那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倒数好不好？系，那等一下我数三声，他们剪完之后，麻烦你给我一点比较激烈的掌声支持一些啊。对，给我们一点鼓励好不好？来，我们开始倒数了。三、二。